我们要生小孩了。你做了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要做的事情。 现在来记录孕妇每一周肚子变大的情况，所以现在是我怀孕第16周，第16周才开始记录正面，这是侧面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后面会变多大了。今天是我的第17周，它现在这边都尖尖的。对你肚子看起来是尖的，下礼拜要再去看医生，然后就来去看，恭喜喽。好。 今天是第18周，小孩现在的头大概跟鸡蛋一样大，然后他开始胎动了。这一周肚子大得非常的明显。我现在是怀孕第19周，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就是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球形。今天是我怀孕第20周了，有没有很大了吧？有有。我现在是看不到我的脚尖的。 然后我跟狼拥抱的时候啊，肚子会有点顶到他。对，我要弯腰。不错不错，怀孕21周，宝宝现在18公分。太大了的感觉，我讲出来大家不要笑我，就是感觉有东西在里面动，<笑>变得很大。有有变大啊。现在是怀孕22周，宝宝大概500公克，我的羊水可能大概500公克。大家看一下我肚子，现在超大，好大。 我觉得对音乐蛮敏感，如果我开心，它就会一直咚咚咚，真可爱。对，23周开始我已经先买了托腹带，我目前觉得我还好，没有到很需要，可是就是备着，一旦我需要的时候就要赶快附上去这样子。现在是怀孕24周，看一下我的肚子是不是很大，我已经开始使用托腹带了，这就是我的24周。 现在是我怀孕第26周，6个半月这样子。我上周去测妊娠糖尿病没有过，有一点超标，所以现在要开始做一些饮食的控制。除此之外，我出门几乎都要用托腹带，不然就是回来腰就会不太舒服。那我肚子真的大了哎。嗯，它还有一半要长，真的看吧。现在是我怀孕第27周，先看一下我的肚子，有比上周大吗？ 有，我很明显感觉到它开始往前长的感觉，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早上起床都要这样拖着肚子。这周其实特别有感觉的是胃食道逆流，今天还叫我的狼帮我洗了我的小毯毯，因为我打了一个嗝，那我就不是狼无言，没关系啦。好啦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现在是我怀孕第28周，已经要进入怀孕的第3孕期。 最近长得比较快，所以我已经开始可以感觉到上下床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，所以我就会尽量让手去辅助这样子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肚子。现在是我怀孕第30周，我真的是千防万防防不了妊娠纹，它整个大爆出来，突然之间，我从 day 1 就开始一直擦那个妊娠霜，但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有用，肚皮现在还是很滋润的，小狼一起加油，嗯。 现在是31周，然后我开始有一个剧烈的宫缩，先看一下我的肚子。现在是我的32周，如果从床上起床，有时候会请小狼帮我扶起来这样子。
然后你还会水肿、腰酸。我现在每天都帮你按摩，真的很容易腰酸，特别是如果有出门的话，晚上回来躺平的时候，整个就是像废掉一样。今天是我怀孕第33周，今天做了产检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肚子。好大哦！然后医生说他现在已经2公斤了，在1个半月哦。对，我们家健康恭喜了。哇，我现在已经34周了。来看一下我的肚子先。好大哦！我最近会一直疯狂想要补水，然后其实那个卫教手册上面有说孕妇会蛮需要补水的。如果说你水分没有足够的话，反而会有一些假性的宫缩。那我们就再期待下一周喽。Hello， 现在是我的第35周，即将可以去拍孕妇写真。他们是说尽量肚子越大去拍越好。那我自己后来是这样觉得，因为有一些孕妇比较早去拍，然后就肚子小小的，就有点可惜。那我现在真的是够大了，脑大哦。现在是我的第36周，然后这周突然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脚背水肿。我孕前就会有一点点水肿，但是怀孕的时候肿得更严重，就是你按一下会凹下去。这一次是第一次肿到我的脚背，你穿鞋子进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怎么平常空空的地方现在被填满了？还好我都有帮你按。有一天小龙就跟我说，你不按哈，你今天不按对不对？结果隔天就直接肿到脚背去。孕妇最皮的，一直有血的教训。现在是37周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肚子。好大，我现在觉得我屁股翘很多，为了支撑它。37周已经不算早产了，也就是说我现在随时就是都可以生小孩了。拉破水啊，干嘛？对啊，医院见。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，请不要吝啬按下订阅，小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。订阅。怎么样？我们要去生宝宝咯。你如果想我的话，你就对着镜头，镜头就在旁边，好吗？贝贝，妈妈爱你。万岁啊，妈妈要去生宝宝咯，会把你送去宠宿，真的要乖乖的，我们很爱你。等到你回来之后，家里就会多一个弟弟哦。伤心欲绝是不是？直接撇头，男儿泪不给我看。阿吉，妈妈要去生宝宝喽！你在家里不要玩得这么凶，那这边欺负猫姐姐。妈妈爱你，很快就会回来，带着一个弟弟来找你，你再也不是家里的老幺了，知道了没？雅丽，妈妈要出去生小孩喽！你在家里要跟大家相处得好好的，妈妈们都爱你。喵喵，妈妈要出去生宝宝了哟，你在家里也要好好的，知道吗？妈妈们都爱你，到时候回家家里就会多一个小崽崽哦，希望你也会爱他。为了我们常常不在家，大概2-3天回来一次，所以给猫咪们准备了一个智能猫砂机与智能喂食器，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使用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装设了非常多的 camera， 在这里一台，在这里有一台，还有这里也有一台。出发吧，我们去生小孩了。啊，压力好大。台风的环流，我们每次有大事的时候都会有台风，我们结婚的时候有台风。对啊，它是怎样？台湾这么久没有台风，2次都可以被我们遇上。这小崽崽真的是哦，很会搞事啊。就这样。好喜欢去宠树哦！我抱你，我用抱的，现在下雨，地板湿湿。来，妈妈抱哦。你会害我腰闪掉。妈妈走了。你要乖乖的，知道吗？像我这样，今天晚上一定会叫。看你这个眼神，我就知道你要叫。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还没讲完。还没讲完，你就快乐在这里。礼拜五再来看。好，走吧，去吧，拜拜。我们已经在核心了。我现在很认真帮你听所有的重要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护理师直接跟我讲，都不跟你讲。对啊。你看起来很焦虑了，有点紧张。你的手，焦虑。我也是没想到入院手续也是挺多的，我以为这就跟饭店 check in 一样，一进来然后就可以休息什么的，没有，好多事情哎，很多检查要做。他首先先拿给我一件衣服，叫我立刻去换，换完之后就开始对我做了很多事情，除毛，即便我有除过还不够，因为他不是只是除下面的毛，肚子的毛也要除 ，everywhere， 还有大腿的毛也要除。那我现在在监听那个恭喜的心跳，看他现在这个，他应该在睡觉吧，蛮稳的。这位妈妈，我还在这边。
天照那个什么胎心音的时候，你在那边跟我说什么？我好像月经要来。你手上拿的就是替你准备的安水果。你想给你用的。这样至少有人陪你一起流血啦。Keep breathing, go go go.不用送了啦。